星期五。在今天新闻里面，首先要向您报道的，这是现在距离美国总统的大选时间已经不到100个小时了。川普总统跟拜登的竞选活动散布在可能决定比赛的关键摇摆州，而川普总统今天在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竞选，小约瑟夫·拜登则是在今天前往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拜登已经做了非常大胆的声明，他说他会赢得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这三个战场州，这也可能是他取得得胜的关键。他决定把爱荷华州添加到他最终竞选的行程里面，然后再加上川普在2016年轻易赢得的另外一个州乔治亚州。拜登在本周早些时候说，我对任何事情没有过分的自信，我只想确保我们能赢得所有的投票。两位候选人在昨天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天决战的竞选活动，而这是11月3号礼拜二选举中最难以捉摸的州。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呢，佛罗里达实际上是平分秋色的，他们在同一天罕见的同时出现在坦帕市，就是最明显的迹象。昨天总统试图通过对民主党人的腐败的指控赢得独立人士和温和派的支持，而昨天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创下纪录，这也为川普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吹嘘难得的好消息。拜登继续的严厉打击总统处理冠状病毒的政策，所以受到痛苦的后果，在佛罗里达因为冠状病毒而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6000人。拜登还通过讨论古巴和委内瑞拉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对拉丁美洲裔直接诉求。另外，在华府，美国总统川普根据一位知情人士说，他已经取消了准备在选举之夜11月3号晚上在华盛顿川普国际酒店举行 party 的计划。川普总统顾问私下里说，川普先生选举之夜的派对已经向他的支持者发出了多次的募捐的活动，而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计划要取消，为什么要更改。但是总统在选举当晚出现在酒店的前景肯定也会加剧人们对川普先生把他的职务跟商业业务混为一谈的担忧，而这也会加剧有关于酒店是不是违反了华府冠状病毒限制，将聚会人数限制为50个人的质疑。或许这也是川普总统取消在川普酒店里面举办这一个胜选的 party 的主要原因。有关于这次大选，现在人们都非常的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什么是合法的监督投票，以及哪些事情跨越了非法恐吓的红线呢？专家们说，在选举日中构成非法行为的内容可能很难定义，而且在一个管辖区跟下一个管辖区之间也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说，联邦法律禁止使用威胁、胁迫、直接暴力或者经济胁迫来压制或者诱使投票。但是正如司法部关于起诉选举犯罪的指南所指出的那样，对选民造成的恐吓本质上是没有定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同时难以起诉。由于专家们警告极右翼极端分子潜在的动荡和增加的活动，以及川普总统要求他的支持者监督投票站和密切关注的结果，这些问题在这一届大选当中有可能是至关紧要。在11月3号之前，美国各地的执法人员已经建立了专责小组跟热线电话，目的是向公众保证要和平投票权利。很多的州在投票站周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不允许在这个缓冲区里面进行竞选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干扰投票的活动。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宪法倡导与保护研究所的法律主任麦考德说，
但是不管在哪里发生恐吓都是非法的，在可能会构成非法恐吓选民的行为的清单当中，乔治敦研究所列出了像是身穿着军装或者长官制服面对选民，跟随着选民前往留在投票所内部或者高气焰的在投票所里面逗留，以及积极的接近选民的车辆或写下选民的车牌号码等等。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各地方的警察局长们正在为如何最好的执行防止选民被恐吓的法律而准备。部分原因是身穿着制服的警员本身就有可能被视之为是具有恐吓性。对于在有关的投票如果过了11月3号的投票的效期的问题，现在仍然是各州在被讨论的问题。联邦上诉法院在昨天又有一个裁定，就是关于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州的选举官员必须要搁置在11月3号晚上8点之后抵达的所有的选票，而这个裁定推翻了明尼苏达州原定为期7天的宽限期。联邦上诉法院这个裁决可能对明尼苏达州的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到昨天晚上为止，该州应要求索取的缺席票选票估计还有578000份还没有收回。法院在2-1的裁决中说，明尼苏达州州务卿延长了未经过立法授权就接受选票的期限。法院说，我们认为这个裁决所带来的挑战要比选举之后的情况更为可取，最好现在让选民们注意，而他们仍然至少有一些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计划，并且以毫无疑问的合法的方式进行投票。法官凯利是在三名法官当中持不同意见者，他说这个决定将会导致选民的困惑，并破坏明尼苏达州人对于选举过程的信心。法院指示选举官员对于晚上八点以后到达的所有的选票要进行隔离和维护。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则谴责这一个决定。有关于在超过了11月3号的选举截止日期之后可能抵达的邮寄选票如何认定它的效力的问题，在各州的法院或者是在联邦法院当中都有不同的裁定，也让各州的民众感觉到是困惑。专门研究选民行为的达特茅斯学院政治政府学教授赫朗指出，对于通讯投票没有经验的选民，选票被认定作废的几率通常会比较高。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今年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有很多民众并没有接触过通讯投票。选举专家说，签名的问题最常发生在少数族裔选民和年轻的选民身上，而这些状况都不是企图选举舞弊，而是无心之过。民权律师委员会主席克拉克他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签名有的时候会出现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签名的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增长了、中风了等等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单纯只是过于急促。克拉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选务主管能够通知选民，给选民重新签名的机会。另外，有关于在宾州的选务方面，那么也因为有关选举制度的一些争议，目前共和党也是有所坚持。宾州选务机关主管以及民主党人说，川普总统跟共和党侧翼花了好几个月，企图要抹黑宾州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而现在在选前更是火力全开，打压宾州选举操作。根据最新的民调，川普在宾州支持度落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大约6个百分点。一般预料，包括宾州在内的摇摆州，通讯投票里面有多数是投给民主党选票，而宾州则是全美少数规定通讯选票不得在大选日之前提早计票的州。纽约时报报道说，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宾州缺席选票的数量暴增，但是川普竞选团队和宾州议会共和党议员现在在
联手之下，却对选务机关百般的阻挠。除了是阻挠选务机关之外，川普选举团队也透过诉讼设法缩短通讯投票能够获得选务机关接受的截止日期。对于地方法院、州立法院甚至于联邦法院全面提告，质疑选务机关选举规则跟处理的程序。在昨天最高法院宣布裁定驳回宾州共和党人所提议取消缺席投票截止期限有三天缓冲的要求。不过民主党籍州务卿波克瓦已经指示各郡的选务主管把11月3号晚上8点之后才收到的缺席选票单独的处理，以防接下来仍然会有诉讼出现。在洛杉矶，一名监狱官员在今天说，电视家庭喜剧片《满屋》（Full House）《满屋》喜剧片里面的女演员洛夫林 （Lori Loughlin） 因为在大学招生诈欺的行动当中帮她的女儿进入美国顶尖大学而被判处两个月徒刑，今天向加州都柏林市的联邦整教局监狱报道。现年56岁的洛夫林和他的时装设计师丈夫吉安努利承认非法电汇和邮件诈欺罪。检察官说，劳夫林和吉安尼贿赂了50万美元来确保他们的女儿在南加州大学成为学校里的帆船队的队员。这个案子在大学顾问辛格的策划之下，一共有56个名人涉及到欺诈。辛格在早先已经承认帮助高考作弊，并且利用贿赂确保名校的录取。在去年，另外一个电视明星《绝望的家庭主妇》的演员霍夫曼也因为丑闻里面的角色而在劳夫林所在的同一个监狱里面服刑11天。劳夫林的家庭喜剧《满屋》里面饰演贝杰姨妈，这个喜剧片在1987年到1995年在美国的电视台里面播出，他在2016年被 Netflix 改名为《满屋》。为您报告有关于现在新冠疫情的重要消息，这是美国在昨天创了下了两个严峻的数字。第一个数字是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美国在昨天至少记录下了9万个新的病例，这相当于每一秒钟多一个确诊病例，总计超过了900万例。第二，在过去一个礼拜，美国记录了超过50万个新病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超过77000件。美国已经发现的总病例数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多。科罗拉多州有2000多个新的冠状病毒的病例，伊利诺州有6400多个新病例，新墨西哥州有1000多个新病例。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艾弗斯表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面临紧急危机。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宣布200多例冠状病毒死亡，而且随着病例数的激增，医院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这也并不是单独的数字，从中西部、上西部和西部农村开始的激增现象，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范围，以至于使得感染的水平在像是德州的阿尔帕索跟爱达荷州的雷克斯堡这些不同的地区都看到飙升的情况。不过病毒死亡的报告现在还远低于平均每天大约800件的今年春天的高峰期。然而这些的报告现在也开始看到有上升。昨天南达科他州的官员报告了19件新的死亡人数，刷新了单日记录。怀俄明州的官员报告了10件新的死亡数，这也是该州的记录。在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州，包括新泽西和罗德岛州，经过了几个月的稳定之后，感染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在北达科他州，现在有超过 5% 的人口测试呈现阳性，而在所有各州当中，北达科他州是人数最多的。另外，
一个对全国的养老院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养老院现在正处于亏损状态，而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养老院如果情况没有改变，将无法继续的维持。纽约时报今天发表的调查报告说，在纽约史黛登岛的 Clough Lakes 养老院里面，气氛宁静的让人感觉到不安。这个养老院六个月之前，这里一个月之内有40个居民死于新冠病毒，而现在照顾他们的员工正面临着第二次危机。最近有40多位照顾的护士和服务人员被裁员，即使留下来也会担心他们自己的饭碗迟早不保。 Clough Lakes 养老院的情况并不是独有的，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的养老院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员工常常在欠缺足够个人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工作，到现在又面临着另外一场无法控制的财政危机。纽约时报说，当然 Clough Lakes 养老院负责人深刻哀戚地表示，人们仍然对养老院心存恐惧，甚至于连医生也建议病人不要把长者送到养老院。纽约时报说，这是全国性问题，养老院现在面临危机，而各州很多养老院正在苦苦挣扎当中。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昨天誓言，他当选之后将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让美国墨西哥边界上面因为川普总统移民政策而被拆散的移民家庭团聚。现在仍然有500多位因此而跟家人离散的儿童，他们的父母下落不明。川普政府在2018年5月宣布对非法移民实施零容忍政策，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强行拆散了移民的家庭，起诉所有非法入境的成年人。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前以及之后，有数千名儿童从他们家人的身边被强行带走安置，多数的案例发生在2017年跟2018年。在遭致国际社会挞伐之后，川普政策立刻转弯。拜登的竞选阵营说，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天就会发布行政命令，设立联邦专案小组，致力于让这些儿童跟父母们团聚。根据调查，目前大约有545个儿童下落不明。在移民的名额方面，越来越多第二优先和第三优先，第二优先 EB2， 第三优先 EB3。职业移民申请者在没有面试就直接可以获得绿卡，这是移民局在日前证实确实如此。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职业移民的确有豁免免试的可能，但是境内调整身份的婚姻绿卡仍然需要面试。职业移民面试原来只是抽查的，只有极小部分申请者需要面试，但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签署了总统行政令，从2017年10月开始，所有的职业移民必须要面试，而导致职业移民绿卡处理速度严重滞后。今年3月，美国新冠病毒的肺炎疫情开始，移民局从3月中旬关门，一直到6月4号重新开门，而这期间所有移民的面试全都被取消，疫情也导致其收入大减，甚至于一度有四分之三雇员面临着放无薪假的窘境，案件积压的问题日益严重。因此移民局表示，目前有关第二优先跟第三优先职业移民申请者，他们未来可以免除移民的程序，免除面谈的程序。在最近有多项有关在竞选的民意调查里面显示，现在两党在德州竞争非常的激烈，拜登和川普的民调支持度几乎是平分秋色，两党都有人大声的疾呼应该认真看待德州，但是却不见拜登或者川普竞选阵营在德州多花点时间或者金钱造势。纽约时报报道，
德州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相信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已经到来。德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川普会在德州获胜，但是他也看到了德州自由派力量正在大增。目前所知，川普和拜登都不打算在大选之前亲自到德州拉票，川普甚至于没有花一分钱在德州电视打广告。相较之下，民主党在德州的企图心比较强，而拜登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今天到了德州造势，民主党人还计划在德州多个城市展开八次拜票之旅。拜登如果在德州获胜，不但会毁掉了川普连任的机会，也将预示着一个强大的多主义民主党联盟将会直接进入全国最大的红州，让民主党在全国选举里面占了上风。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州人口最多的几个郡提前投票参与度飙升。纽约时报在德州三个关键地区对当地人进行的50多次采访显示，选民投票率激增，竞争愈发激烈。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哈里斯郡248万选民已经有127万人投票，几乎是4年之前该郡总投票人数的4倍。另外，有关于这一次的11月3号选举的投票之后，有关于一些民权团体他们在昨天发表的一个声明，他们说他们代表着数百万选民，如果川普总统在投票日干预计票或者操纵开票的结果，他们将会走上街头发动大规模的抗议。另外一方面，选情紧绷的各州的官员已经表示正在和执法单位合作，因应武装团体或者个人可能恫吓选民等等任何的威胁。根据路透社在今天的报道说，有超过130个团体所组成的叫做保卫选举结果 Protect the Result 联盟，在这个联盟网站上面筹划好了大约400场活动，参与者等候简讯传来，不排除从11月4号下午开始就展开示威。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为了因应选举日爆发可能的暴力冲突，各个州已经加强跟执法单位协调合作，两党州级和地方官员都担忧发生暴力冲突。民主党籍的费城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说，他加派人手组织选举日专案小组调查可能发生的恫吓选民报案，选举日大约有80名检调人员将接受小组调派。克拉斯纳说，讯息必须要传递清楚，宪法第二修正案也不保护没有公权力的私人民兵的活动。俄亥俄州检察长约斯纳日前也表示，任何人想要在各地投票站恫吓选民必然将会受到逮捕，以重罪起诉。除了是总统的大选之外，另外众所瞩目的是在参议院的参议员选举。共和党人预期，如果要继续能够维持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就必须要在密西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夺下席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在选前5天预测说，共和党输掉参议院控制权的几率现在大约是50%，换句话说，跟民主党现在势均力敌。共和党议员可能在下个礼拜的大选里面丢失4席，但是共和党人认为，只要击败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Gary Peters， 他是密西根州的，或者是 Tina Smith， 他是在明尼苏达州的，能够在这2席当中取得胜利，仍然可以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多数的席位。参议院共和党这一次背水一战，共和党有23席需要改选，而民主党只有12席。民主党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能够再掌握参议院的多数。为您报告有关于在家庭娱乐方面的一个新讯息，这是串流媒体巨擘Netflix 在昨天宣布调整美国订户的标准 standard 的等级以及特级 premium 这2个等级方案的月费，
标准订户每个月调整为14块，特级订户每个月18块美元，但是基本方案仍然维持9块美元不变。消息传出以后， Netflix 股票价格一度上涨超过 5%。 新订户立刻适用调涨的新价格，而现有的超过6500万的订户则是会在未来两个月现有方案到期续约的时候收到涨价的通知。 Netflix 调高收费价格市场上并不意外，该公司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在内容上。根据 Rosenblatt 证券公司的资深分析师说，涨价是提振营收的方法，因为订户增长的展望在未来将显著的放缓。在旧金山选前五天，旧金山的列治文区市议员选战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在政治立场上相去甚远的两位华裔的候选人在昨天宣布结盟，相互支持。昨天早上，这两位候选人陈诗敏和李志威跟一些政府官员和社区代表共同举行了集会，宣布双方结盟的消息。陈诗敏在旧金山的政治光谱中是属于进步派，在加税、警察改革、游民这些议题上属于比较左倾的，而李志威则是反对所有的加税提案，同时反对在列治文区建设游民中心等等，也曾经寄出了竞选文宣攻击陈世明。李志威说，现在他们两个人非常需要站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发生了很多攻击华人的事，华人商铺被破坏，华人被吐口水，这些都让他感觉到无法接受，所以今天大家都站在一起，一起来抗争。他也特别提到陈诗敏被绘制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海报，他形容这样的事就是在攻击华人，对于美国不够忠诚，诸如此类的事在过去百年一直都有发生。也是在旧金山，根据旧金山 ABC 电视新闻的报道，旧金山的海湾大桥Bay Bridge繁忙的交通现在已经回来了，而过桥又在恢复了塞车，春天跟今年夏天的时候交通通畅的情况已经又消失了。负责管理湾区交通的都会交通委员会正式说，海湾大桥现在恢复了 90% 的流量。不过搭乘捷运上班的湾区的人说，现在还没有什么人敢搭捷运，捷运证实到本周28号的时候，捷运的乘客人数只有疫情爆发之前的 13%， 乘客比正常少了 87%。 捷运在本月23号的乘客只有55000人，而去年10月23号曾经是425000人，可见得在旧金山湾区人人担心害怕会在地铁里面感染，所以不敢搭乘捷运，公共交通没人使用，那么人们可能都为自己的开车来过桥，以至于导致现在在湾区的海湾大桥不断的塞车。为您报道一则在台湾地区的新闻，这是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正在昨天在立法院表示，台湾海峡最近确实很紧张，两岸的情报战工作也更为激烈，台湾方面会严密的注意，国人不要紧张。邱国正说，大陆的战斗机频频干扰台湾等以往所没有的，现在却看到了，当然会造成社会的紧张，但是国军和情资单位都在密切的注意。事实上，对岸任何动作，台湾方面不管透过管道方法都会严密的注意，不会有突发状况。他说，任何有可能发生的状况都要观察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增厚。他说，提高警觉是正常的，现在这个阶段哪一个不会提高警觉再注意呢？针对最近大陆抽沙船频繁在马祖海域盗采沙石，会不会是灰色地带的冲突的前兆呢？邱国正表示，国安局有列出各种可能，解析对方的行动，海巡署则说两岸有共同规范，按照步骤进行驱离或者隔离，目前还算是平稳。以上，这是美国新闻零一台
为您提供的今天美国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